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娅探视切。大家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许多类型的广告，其中啊，洗发水广告的女主角总是最美的。她顶着一头飘逸柔顺的秀发，可以自由地舞动，摆出各种造型，有些动作甚至可以违反地心引力一样，每次看到都会让人增加购买的欲望。其实模特的头发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，之所以能够有着这样的效果，跟拍摄手法和特效有着重大关系。在拍摄之前，模特都会嫁接好头发，使得头发看上去更加的茂密，然后需要一到两个助手在身旁拿着道具配合，他们穿上跟背景颜色一样的服装，挑起模特的头发，按导演指令来来回回晃动，可能需要拍摄数十次才有一个合适的画面，后期再用电脑把这些助手过滤掉，加上特效，最后观众就能在电视上就能看到令人感叹的画面。目前几乎所有的洗发水广告都是这样拍出来的，只有创意的广告才能吸引越多的人购买。虽然实际效果大家都知道没有那么显著，但却没有一个购买者因此而投诉过。许多网友看完之后笑称，原来被骗了十几年。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好了，下次将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评论、点赞和关注哦。